小环。十三家那个花呗是那只小花呗啊，我带着这两个去看探望一下。跑到花呗家，花呗家关到门的，哎，都没有出来。去摘两片荷叶玩一下呗，做个面具。还好这下面没有水了。哎呀，哎，来来，萝卜，过来，戴个帽子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过来。别动，对。站不稳。哎呀，你这家伙，图高，图高，哎，哎，这转眼就跳到那个沟里面去游了泳，吸了图高，八个图高嘞，啊，我吸充五个啊，哎。我看看萝卜是怎么去游的泳啊。萝卜，告诉我你在哪里游的泳。哦，在这里啊。这水看起来不清啊。这家伙直接就下去了。舒服啊，高兴。哦，你说里面凉快啊。但是 那里面的水有那个阴凉的遮住，比较凉快。没见过你这般玩水的狗啊！我是叫不应了，原来你在这里玩呢，哎，一只就在这里，一只就在那里玩。这别人家建房子，从那个沟里面抽上来的水，看来还是要带你们去到河那里玩才那个舒服一点，那里水比较清，又就是流动的。大老远的听到科科都在叫，没有带他出来呀、啊，因为那个家伙不太受控，他见到那个摩托车、车子、三轮车就要去追，就要去叫，跑到马路中间，牵着绳子好难拖动，那家伙太倔了。这次又是去那个马路边上，他那个花呗他载就没有带，但是花呗没看到，关着门的，锁着门的。对呀、啊，走了，上来，走了。泡了水之后就 一小个一小个的了。走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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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洗一下。过来啊！来花呗啊，不是旺财生的小狗，跑人家家里去，真的是，人家两口子来打你，走了，这里，过来，走了。哦，在这里等我啊。就这点水，你还想玩？去冲一下走。刚才洗完萝卜，准备加这个豆芽去洗澡的时候，
没有，那给他回手掏了一下子，这手这里划，从那个牙齿上划了一条，这里已经紫掉了，青掉了。哎，这家伙，这是不是很久没训了？凶得很的这段时间，其他两只都没问题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我现在碰也不敢碰它了。随便你吧，不给你洗了，你就这样子，有点阴影，我不敢碰它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前天放它出去玩，然后没怎么训它，变野掉了。那整只狗的，它都放飞自由了，主人管不到我了。